他几乎跟所有人都断绝联络，人好像也变得更怪咖，连美国研究所出资要给他请求研究，他居然都拒绝了，他肯定也不会答应帮你的。会吗？我倒是觉得英赞说的没错，哎，他真的是一个怪咖，哎，工作不工作来这边当什么花农啊？哎，这边的花海不小，哎，他人不知道在哪，不然我们分头找好了，你走那边。嗯。是，请问你是娃娃鱼先生吗？对不起，女朋友跟我一个朋友长得太像，小姐，对不起啊。没有关系啦。你没关系，我有关系。这也是私人产业，你们闯进来干嘛？我们想找一个叫 arron 的。我就是。娃娃鱼先生，你居然这么年轻就当教授了？刚经过你身边好多学生，还比你老哎，这种画面好奇怪哦。会吗？我倒是还蛮习惯的。Aaron，关于刚才跟你讨论的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你能不能加入我们的小组，帮我们重新制造 Raquel？ 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阳光。阳光啊。你跟他们是一起的吗？嗯。娃娃鱼先生，我们真的希望你可以帮忙。我知道你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，可能对事情的看法也比较不同。好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加入。你答应？真的假的？医生还说你绝对不可能会答应，没想到你能这么干脆，真的是太谢谢你了，你是大好人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我希望整个过程中阳光当我的助理。好啊，没有问题啊。可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有点特别。这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处理。やったね，太好了。阳光，你看你们像不像？
他叫阿姨。你是阳光，他是向日葵，连名字都有巧合。雅琴先生，你看我跟他真的长得好像哦。我听人家说啊，每个人在地球上都会有另一个自己，他会不会就是另一个我啊？我好想见到他本人哦。他已经死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原来他就是你死掉的女朋友，真的对不起。我才应该说抱歉的，毕竟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个你啊。不用担心，我还分得清楚现实，我没有把你当成他。经过那么久的努力，我们不但得到了董事会的支持，还顺利邀请到 arron 来加入我们。今天真的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。虽然一开始跟大家并不是很熟，但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呢，你们这些伙伴都在我身边支持我、帮助我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对我而言，你们都是我非常重视的人，所以今天我想请大家做一个见证。阳光，嫁给我。雅欣先生，你不要说奇怪的话啦，这样子很尴尬哎。认真的啊，我不能嫁给你。哦，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姬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求婚呢有三宝。鲜花、钻戒，还有下跪，你这一样都没有，叫我们家阳光怎么答应你啊？对啊，你这样太没有诚意了，对不对？难怪人家会不高兴嘛。不是这样的，雅琪先生，我真的不能跟你结婚。空出来，你轻声的说，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。耿飞他们那边的产品呢，已经完成了包装，所以他们还需要一大笔钱做宣传，我们绝对不能放松。老实讲，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会成功哎。不过经过这一个礼拜没日没夜，还真的给我们弄出来。我已经看到耿飞那个大混蛋，这是我们跪地求饶了耶！真是太爽了。好啊，大家不要轻敌，我们现在还不算成功，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。耿飞他们那边的产品呢，已经完成了包装，所以他们还下了一大笔钱做宣传，我们绝对不能放松，绝对要提起精神，准备应战。老哥，媒体那边你最熟，看能不能在有限的预算内帮 Rocky 做更多宣传。好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那我的任务也告一段落了。Aaron， 非常感谢你，
如果这次没有你的话，我们 Rocker 的 formula 也没这么容易被调配出来。你是我们巨大的功臣。不用客气，那我一个功臣先退了。反正也没事，阳光，我们去约会吧。阳光可是我们 T2 的未来老婆，你这样横刀夺爱，我是被雷劈啊。T2，你老婆都快被人抢走了，你还愣着做什么啊？阳光，你想约会的话，随时找我。你有我的手机号码跟 MSN 吧，记得保持联络。既然这个家伙这么不懂得珍惜的话，那我追你也不算横刀夺爱。拜拜。我从来不会同一个原因重复做一件事。你曾经答应过要帮我做事，我没有忘啊。你说，这一个，这就是你，阳光。